好，黄色五边星。黄色五边形的东西，任何黄色五边形，蛮难找的。黄色五边形有什么样的、啊？还是我想到，可能例如说是平安符。平安符，平安符，可能是黄色五边形。还是没有？身上有色纸，赶快结成五边形。这个好，这个像五边形吗？其实有点微勉强。微勉强。要吗？不然你先，你先预备。有人有，后面有了，后面有了。平安符的配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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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等下再回来，你也可以上来，你也可以，等下再回去。来，几秒了？几秒了？剩下倒数二十秒，倒数二十秒时间。三号可快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哪边哪边？有的都上来，有的都上来了。手机下面找红色五边形是 OK 的吗？啊，不行吧？不行，不行，作弊不行，不行，手机作弊的不行。后面那个是什么？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。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上来，来哦！我们现在台上，好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巧鱼配韩这一组呢，台上来了一二三四五位粉丝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六位到这边来，我们来一组一组看，木木来帮我们一起检查一下。首先你的东西是，哎，叫什么名字？嘉伟的东西是平安图，对不对？很棒。这个通过，黄色五边形。来，这位是谁的？举手。你的杰尼龟，你叫什么名字 ？SUN，SUN，S 很帅啊！你来看谁的？来，小心，这个通过，这个通过，黄色五边形。现在几个啦？两个了，两个了。好，第三个。哦，这个平安符。也是平安符。平安符 OK, 第三个， OK、来这边。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随便剪哦，随身带色纸剪成五边形。啊，对呀，这个算吗？这个有一点，好像有点。这个有点勉强。这个有点勉强。那我们可能我觉得感谢到你们的用心，可是这个真的有点勉强，这个不太算。有不太算。好，这个有，这个有平安符，所以这么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四位，四位，没问题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先记好哦，你们是四位，感恩感恩。自己记得哦，你们是。四个物品哦，来下一组，下一组我们要欢迎到的